前几天看到了这个埃隆·马斯克的太空成就，就是这个业余的啊，应该不是专业的人呢，穿着他的太空服进入太空啊，而且那个太空服挺薄的，我觉得挺好的。结果呢，中国发布了登月太空服，那是要到月球上的啊，这个太空服看着比那个马斯克的太空服还要笨拙一些啊，但是呢，居然马斯克啊也转发了这个中国的太空服，中国的登月服，而且他讽刺啊，又话锋一转啊，批评了 FAA 美国的太空宇航局啊，说他们以卡夫卡式的文风啊来毁掉这个国家的探月计划和这个宇宙计划啊，说的挺重的啊。当然我们国家的这个计划应该是按部就班，自己走自己的路啊，这个跟马斯克也没有半毛钱关系。马斯克捧也好啊，回也好，骂也好啊，都不影响我们的发展。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探月计划呢能早日实现宇航员落地月球这一步。